更换充电口，第一步先把这两个螺丝拆掉。这两个螺丝拆掉之后，然后把这两个螺丝拆掉。好，拆。这两个螺丝拆了之后，然后把这个盖板拿下来。盖板拿出来之后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口的插头，然后把插头拔掉。拔掉之后，然后把这里的充电口拿出来，这样就可以拿下来，拿出来了。安装也是同样的，先把充电口的线放进去，然后把充电口对准孔位，这里还有个斜孔是对着这个弹簧孔的。安装好之后，把插头插上。插好之后，然后把这两个螺丝打上。这两个螺丝安装好之后，然后把盖板盖上。盖好之后，然后把这两个螺丝打上。然后整个充电口就更换完毕。